著取咯，係可以再著取啲嘅，係可以，不如咁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咁啊，今日咧嚟试一个你能够平民啊平价入手到嘅一个底盘啊，系呢个 EX500R 啊。咁佢就系呢个 PlayStation 啊官方授权嘅专属呢个 PS3 同埋 PS4 嘅底盘嚟嘅。咁啊，跟住呢个就系嗰个波箱啦，个波棍啦，咁就加减波嚟嘅。咁啊，不过佢系推上系加啊，推落嚟系减啊，即系一般街机啊，之前如果你头文字 D 嗰啲咧，就会系向下系加啊，向上系减噶嘛啊。啊，呢个你要留意翻啊。咁佢售价嘅价钱咧，官方建议售价系呢个港币嘅699啊，即系呢个700蚊。咁啊，佢嘅体环咧系呢个橡胶嚟嘅，咁啊摸落去其实都几舒服啦。底盘嗰个角度啊，最大系旋转呢个270度嘅，即系由最左手边啊扭到去最右手边系270度啦。咁啊，头先都有讲过嘅，咁啊呢个底盘啊喺 PS3 同 PS4 都用到嘅，所以系佢嗰度会有个掣啦，喺个底心嗰度系有个掣俾你拍翻系即系 PS3 用定系 PS4 用嘅。咁依家我哋系 PS4 用紧 GT Sport 啦，咁另外佢都有拨片嘅，系啦，咁除咗波棍之外，你可以照用拨片啊，即系如果你个波棍你觉得你唔方便嘅话，咁油门脚踏嗰方面咧就只有油门同埋刹车嘅啫，佢就冇脚力指嘅。另外佢呢个底盘其实佢都可以夹喺一啲赛车架嗰度嘅，系啦，即系你见我哋依家呢个都整埋个底盘架喺度可以夹住啊。咁另外佢都有佢嘅回馈力啦，都有个回馈力震动嘅啊，咁虽然系弱咗少少啊，不过就一分钱一分货。咁佢基本上就係現階段啦，即係能夠最低階啊最入門地可以玩到呢個 GT Sport 啊，玩到 PS4 嘅最平嘅一個底盤嚟嘅。咁成個底盤呢總共按鈕都有12個啦，係啦，咁都足夠嘅。咁就一般而言啦，如果你單純只係想入門啊，想試下感受下即係用底盤去玩呢個賽車遊戲係咩感覺嘅話呢，咁呢个会系最平民嘅选择，咁呢个价钱咧就好适合你唔想投资太多，只系想试下嘅玩家，咁而你又系初初接触赛车游戏咧，你又未必肯定自己嘅兴趣，而又唔想投资太大，又或者其实可能唔系你玩，而系你屋企可能有小朋友，即系你可能你个仔或者你个女，咁细细个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想玩赛车游戏。咁你自自然然你就唔会諗住买啲贵嘅底盘去俾个小朋友玩㗎嘛，咁所以你就可能会选择呢啲咁样几百蚊俾个小朋友可以试下，即係你都明白小朋友三分钟热度好容易会玩玩下就唔玩嘅，你又冇理由买啲几千蚊嘅寄返嚟㗎嘛。卡放心啊，唔影响嘅。跟住同场咧，我哋就揾两个朋友，佢哋都有玩过啲赛车游戏嘅，咁揾佢哋试下个台。咁因为 GSE 呢度咧，即系个 Game Shop Entertainment 咧，佢隔篱系有个 GR9 喺度嘅，咁所以攞埋一齐用，咁可以玩个双打啦。咁顺便影一影 GR9 个台啦，个台还比我想象中细。咁另外个波箱啦。波箱要另外再买嘅，跟住脚踏啦，脚踏有几粒子啊？咁样影手性咪高咯，即系我哋平平地买个睇都可以赢到GR9啊，正啱啊！呢个讲得冇错，呢句真系。呢个广告买得几好。有门真系好似冇嗌。但系满晒嘅喎，佢正常嘅喎。唔系啊，我觉得即系感觉到晒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好輕啊嘛，加翻幾條彈弓入邊好似，係啊，爭好遠啊，好多，爭好多倍啊，應該話。即係嗰兩位個 speed 就差唔多，即係我就已經，仲話唔使佢，出咗事。喂，佢個死點都好死咬，係啊，
因為拍落啊嘛，呢段咧係斜嘅嘛，我又諗起個牌。可以喺中間呢個正方轉時，如果佢好。